吹油门，你来啊，我打了。打赤膊，你们看这个画面，可能不是很会开，但画面是有。OK， 那个不可能吧？你怎么样？很恨人家叫你三宝。哎，对了，因为三宝不是我，是你们，就是我上路的时候，真的，就是我出过车祸，都是因为台湾人有一种人格分裂症嘛。怎么了？哎，反差很大。有吗？我们对你们的印象是，你们通常是很礼貌、客气、礼让、很友善，都那种天仙宝宝的世界。谁好？但是你才天仙宝宝嘞。就很温和，很好，人很好，很客气啦。但是上路就变一个人，就是那种哇，路怒症，就是啊，逼流氓，逼车，乱切，因为乱抢，啊，你先开，会乱骂，按喇叭，这个态度完全变一个人，真的。最可怕是那个专业的司机，公车、电车，以大吃小，很凶。哦，逼车啦，对，以大吃小，对，那这个还真的是哈。但现在佩德罗，我觉得他现在学会这个三宝的行为，他现在骑摩托车满三宝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都学下来了。我们有一次有录音完，然后我要骑摩托车回去，我刚好住他家附近的，他说，哎，要不要我载你一下？我想说应该可以吧，顺路嘛，然后便宜。我们在过那个桥的时候，那个桥很危险哦，那个风很大，车子又很多。然后我坐在后面，他跟我聊天，你知道他怎么聊吗？哎，哎，你觉得我们刚刚这样录好吗？我的表现？你那个是坐云霄飞车吧？太可怕了，代表很有把握吧？就技术很好才可以这样。不要吧？啊，你有汽车驾照啊？有有驾照。听说你有驾照之后，这一年里面就出了六次车祸。对，因为 Oh my God， 我是那个啦，就是骑车很 OK， 但是开车我是去年第一次考驾照，还没有把握那个我的法拉利大小，我不是很有把握。大小不是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红色的法拉利，马三啊，对，它是一个马三，但是它是红色的，然后有天窗，有尾翼。在他心中，它是法拉利。那边有 C 罗，对对对，那边有 C 罗跟 C 罗的法拉利啊，这边有德罗跟德罗的法拉利。OK， 对，就是他一直活在他的梦中啊。对，那为什么这边要戴墨镜？哎，这撞了六次，风格没有撞六次啊？他还现在还好吗？因为本来想说。骑车很 OK 啦，也可以带女生去约会去海边，但是我已经不是大学生，我是一个黄金的单身汉。哦，你是谁讲？这个年头讲自己黄金单身汉不多啦，就感觉很不黄金哎。他等于老外当中的那个詹老师啦，天土啦，有一点不是一个大学生啦，就是一个明星，就是要有一个法拉利可以带女生吹冷气，舒舒服服的都还是。所以我是这个理由买车的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骂着。不是他撞我的，但是我是出头的，所以他是直线，但啊责任都我这边就赔了13万啊。对，然后在高速公路也连撞，我最后一个法拉利撞烂，也那时候是前面的人比我还三宝，所以我只赔了3成，6万多。哦 ，OK， 对对对，然后加一加就20几万，就比我的法拉利的价钱还贵。那你应该比较适合骑摩托车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他你觉得台湾太热，会热到让你出车祸？对，太离谱，是你不爱穿衣服吧？不能边骑边脱嘛？对呀，先脱好再骑。就是我开我法拉利这样戴墨镜 ，OK OK， 打赤膊，你们看这个画面。OK， 还冯其所那个画面算很帅，对，可能不是很会开，但画面是有。OK， 那个但画面是有 ，OK， 要强调哦，但画面是有。我等在一个红绿灯，然后红绿灯就是很热，我又天窗啊，那个阳光都进来，我觉得哦好热，我就开始脱衣服啊。你车没有冷气是吧？坏掉了，坏掉了，吹不抢，他有扇子啊，他有扇子，撞坏了。二手的16年前的，就是旧车不会很凉，反正我觉得脱比较好。开始脱，我的脚松掉，然后忘记换那个 N 档，就是 D 档前进，然后我
再一拖的时候就 boom， 哦，就撞到了前面的人。还好那个人不是台湾人，前面的人我下去，然后他下来一个两米的黑人，哦，一个篮球选手，就明星撞明星，然后就有一种什么比我东西偷偷塞进去，是一个缘分。而且运气更好是，他除了明星，明星就是同行的，就体谅嘛，然后他惺惺相惜，他真的是惺惺相惜，惺惺相惜，大家都是老外在台湾辛苦，他觉得看他的车 BMW。很硬，完全没事。OK， 我的法拉利整个撞烂，就他说 Are you okay？ 我说 Yeah， I'm okay。 你怎么完全撞烂？他是台湾哦，很少见，就是买事故车然后再事故的人。我还遇过一个更夸张的。哦，有吗？我那时候是读明传大学，然后我的室友就是同班同学，我们他说哎，那我载你回家，我们一起回去嘛。我说 OK， 好，那我就坐后面。啊，骑过去到一个红灯，突然红灯啊，哎，来不及停在斑马线的前面，哎，也来不及过，哦，刚好卡住，刚好卡住在斑马线，哎，也 OK， 安全的都没什么问题，哎，那看到一个骑脚踏车的阿伯，他过来这样。我们已经停下来哦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我们挡他的路，我们往前一点。我跟我室友这样讲，哎，骑前面一点，哦，后面让他过。对，我们就前面一点点。结果我们那个阿伯也想要这样绕过，哦，哎，就也差一点要撞上去，但是也没有开多快啊，你走路要就这个速度嘛，很慢。他从后面这样，哇，哦，拍我。打下去，打下去！你是骑摩托车啊？打下去，对，戴安全帽，我戴安全帽，然后我就往后看，我说往后打什么打？他说啊，你们乱骑啊！我说又不是我在踢啊，我是乘客啦。哦，要打也打你朋友，打家里，你打他嘛？没有，他打我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。不太会台语，但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是我台语，但三字流，三字经最棒的时候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他一直在跟我的室友什么讲道理啊，然后我室友就很乖，他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然后我一直这样瞪他，那个安全帽已经上来了，他看我那个阿伯，他说，哎呦，我夸你啊，诺，你来啊，我打了，气啊，台语变超好。他骑走了，他害怕了。第一个就是这个直线，啊，直线不要压白线了，七秒钟，哦，那压了就出局了哈。你就想象说你是骑在一个悬崖上面，左右两边都是两边都是悬崖，掉下去就没有命了。哦，想想你的家人，想想你的女朋友，想想你的美好的未来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I'm ready， 可以哦，耶，好，加油 ，Go， 1、2、3、7、8。很相信他这样就过关了，那我后面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身上，他应该可以，接下来都应该都可以平安度过了。Hello Justin， What are you doing? To be or not?在驾训班训练场你要打什么坐？神经病啊！好，准备好了，来吹油门，吹油门。不可能吧！我说吹油门，这么烂的梗，不要把我晚上的事情拿来白天做。对不起，神经病！不要再闹了。做得很好 ，very good。你自己再练习一下稳定度，不要压线就好了。Yeah， 我去看看别人。OK， 好。